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ستعين ب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وات ربي وسلام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أزواجه ومن سار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ما بعد، فإن أصدق الحديث كتاب الله وأحسن الحديث حديث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شر الأمور محدثاتها وإياكم ومحدثات الأمور، فإن كل محدثة بدعة وكل بدعة ضلالة وكل ضلالة في النار، والعياذ بالله من النار. 一起赞颂，群归真主，养义重视己的主。我们祈求真主佑助，我们祈求真主引导，我们祈求真主他的保护，我们免遭自身邪恶的伤害，以及我们自身诸多不良行为之类。我诸神除真主外，岂不应受崇拜的主宰？我诸神莫罕默德是主的仆人，是主的使者。 祈求崇伟的真主把兜兜的极限、兜兜的福利赏赐给穆善及其家眷、其门徒们，以及所有不折不扣追随其正道的人们。人们最诚实的语言莫过于真主的经典，最好的引导莫过于穆罕默德（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 sallam）的引导。你们应当警惕。 在信仰当中，凡事的新鲜事物，每一件新鲜事物都属异端，每一件异端都是迷雾，每一件迷雾都终将把人类带进火狱。我们祈求真主保护我们免遭火狱之灾。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课题是：伊斯兰是什么？伊斯兰是什么？伊斯兰，阿斯拉姆·尤斯林·伊斯兰这个词呢？ 它的意思是以人和平，以人和睦相处，给人平安这样的一个概念，当陌生提取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做出了不，做出了然后呢相应的解释，比如曾经有人问耶稣是什么，曼尼三，就有人问耶稣是什么。 穆圣骑士王这就说呢，阿里萨姆，伊塔阿姆达姆，我看你们对伊。穆圣骑士王这就说呢，说伊萨姆，那就是款待宾客，劝诫哥哥，以及收上言，守好话，守好话。所以守好话是属于伊斯兰姆的一种风范，属于伊斯兰姆的一种风范。那么伊萨姆从精神的定义。 曾经有人问，曾经有穆圣骑士被问到什么是伊斯兰，穆圣骑士就说呢：“伊斯兰，安塔什达安拉伊拉伊拉，瓦纳穆罕默德·拉苏拉，瓦伊卡姆斯拉，瓦图吉姆斯拉，瓦图提亚斯卡，瓦塔苏马尔姆多呢，瓦塔哈尔吉贝达。”伊拉阿赫的哈迪斯。上穆圣骑士就说呢：“说伊斯兰就是你要受债，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接下来你要例行每天例行5次办公，再其次你要承担 zakat， 再其次你要封了那段的一份斋，再其次你要然后呢你要平生朝见一次，朝见喀巴一次，这是主命，这是伊斯兰的五大要素。伊斯兰的五大要素，伊布拉马尔和的用拉罕传出的哈迪斯。 又提到，布尼亚的伊斯兰马勒哈姆森，沙特的安拉伊拉伊拉，瓦纳穆罕默德·穆斯拉，瓦伊卡姆斯拉，伊塔伊萨特，扎卡，瓦苏米尔隆多呢，瓦哈吉拜拜提曼尼斯达伊勒伊萨比勒，瓦苏米尔隆多呢，瓦哈吉拜提曼尼斯达伊勒伊萨比勒，奥卡姆高拉萨姆拉法安拉什么？那么这也是对五大要素伊斯兰五大注释的这种另一种诚实。所以说，在这里就。 这五大要素就告诉我们，伊斯兰就是崇伟的真主，会慈爱整个人类，给人类规划的一条极对完美的、符合任何族群、符合任何时代、
甚至超越任何时代，符合适合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一种唯一得到真主喜爱的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一种道路。所以正如中国的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那么这条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条道路就是伊斯兰道路。所以说自阿丹阿里伊斯兰一直到穆罕默德圣罗拉罕什么，在迎生至迪亚曼的日子之前，所有的顺服真主、坚信真主的人都可以称为穆斯林，因为他们以一种非常完美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那么这条完美的生活方式首先要求我们对真主极对的顺服真主，服从真主。所以说咱们呢，那么这条道路是真主为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所以崇伟的真主在伊姆兰的家书章阿里伊姆拉呢19节提到，应能地呢一动拉伊伊斯兰。那么在真主看来，完美的生活方式那就是伊斯兰。以及崇伟的真主在同一章古兰85节提到，我们也不太黑还有了伊斯兰的地呢，发了一股白的民族，我发明非了阿黑的地，明了哈西里呢。所以崇伟的真主，谁要是舍去伊斯兰而走其他道路的话，那么他都是不被接受的，在末日那一天，他将成为亏谁之人。我的亚斯宾呢，面临了哈西利。所以这告诉我们，伊斯兰这条完美的道路，首先要求我们对真主极端的顺服。因为你不顺服真主的话，你在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都徒劳无成。在相信真主之后，紧接着你必须明白，崇伟的真主为了拯救全人类啊，给人类派遣了一位钦差大臣，那就是钦差使者，那就是穆罕默德圣罗拉和安斯们。我们对穆罕默德圣罗拉和安斯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尊重，但我们对穆罕默德圣罗拉也不应过度的吹捧他。正如基督教吹捧埃萨圣母，甚至把埃萨圣母在我们等同于真主。我呀，他弄了，俺们也雇了阿拉翁，可别说。所以穆圣启方说：“你们不要过度吹捧我，有如基督教吹捧埃萨圣母一样，不要那样。”穆罕默德圣罗拉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位凡人，他的所不同之处，正如崇伟的真主，过了那么俺们八十五民族的空，乌黑一人也，那么我之所以不得从我的证据应该过了应该按照把手中命死的功啊，记得吗？我是像你们一样的方言，你们的主我们的主都是一个，我以你们不同之处就是真的把启示给我，没把启示给你们。所以从这点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清楚，如果你说你坚信真理的话，你必须要效仿穆罕默德圣僧啊，在拜祷当中，在所有行为当中，我们要效仿穆罕默德圣僧啊！啊，我们不能在目中一视，对于古兰经、哈迪斯的启示不能目中一视。你认为伊斯兰这样最好，我认为伊斯兰那样最好的，有一千个人，那就有一千个观点，一千种看法，这是不对的。如果说我们没有先知穆罕默德圣来加以游说，来加以指引引导我们的话，那么人们对伊斯兰的理解就是目中一视，有一千种说法，一万种说法。所以为了让伊斯兰保持到纯真，他的纯正，所以崇伟的真主派遣穆罕默德圣僧们。因此我们每一位自称是穆斯林的人必须要效仿穆罕默德圣僧们。所以先知穆罕默德圣僧说，你们中任何人都称不上信士，直到他的哈瓦那夫斯极对服从我所带来的精神。所以这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要相信顺服真主，还要效仿穆罕默德圣罗拉和阿里姆斯们，也告诉我们伊斯兰他的优秀伟大。所以我们多少人由于全世界各种媒体他们对伊斯兰一种片面的一种丑化性的一种宣传，导致人们认为伊斯兰是
恐怖的，殊不知跟真正跟穆斯林生活过的，或者在伊斯兰国度生活过的穆斯林也好，非穆斯林也好，他会由衷的感受到伊斯兰姆的这种国度里是非常和谐的。你可以说，比如说沙特阿拉伯，你在沙特阿拉伯可能生活三年五年，你看不到一桩打架斗殴的事情。但人们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比如说在驾驶汽车当中可能互相碰撞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争吵，但绝对不可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因为车碰车车撞车这样就大打出手，或者你骗我我骗你，或者你勒死我我勒死你，这种现象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在伊斯兰国度的生活是非常和睦的啊，是非常和谐的，几乎你看不到争吵斗殴，几乎你看不到真假的。因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深受伊斯兰的这种影响，深受伊斯兰的影响。时间关系，法赫的大王呢，安利了哈姆德林来有什么比尔阿拉米呢，我是拉马阿里一共我是哈姆德林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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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